怎么样嘛？好，孟坎儿，把腰挺起来。哎，别忘了，咱娶她可是十里八乡最漂亮、最能干的媳妇，往后看谁还敢小瞧咱？妈。好。 你怎么又睡下了？你咋在这睡回笼觉呢？你赶快起来！哎呀，干啥呀？哎呦，你这干啥呢？啊！我不叫人能睡着吗？啊，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，你们在外边不停的嚷嚷。这孩子你傻呀你？谁家新媳妇新进村，谁家就行好运发大财呢？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你别不当回事儿啊！赶紧起！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就算把车轱辘开飞了，我也给你抢个头彩回来，行了吧？ 同德同心奔小康。喜儿呀，门槛家的条件不是太好，八竿惭愧。除了这一屋子书，也没啥陪嫁给你。就送你几个字：相信你和门槛能把日子过好了。爸，这字儿好，意思也好，有这几个字儿就够了。喜儿，那……哎呦！ 都啥时候了，你爷俩还在这磨叽？你看，爸给我写的这几个字儿，你觉得好就好，啊，赶快去换衣服吧，待会儿接亲的人就来了。哎，真的是在官司，哎呀，好子，来顺堂，沾沾喜气儿啊！沾沾喜气儿，哎呀，喜庆，沾沾喜气儿啊！真的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您看您，今天比平时啊年轻了10岁，20岁。 多有福气呢，找了一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媳妇儿，婶子能不高兴吗？你说是正是，婶子，我听说这人喜爱啊，不但人长得好看，还知书达理，真的是十里八乡难找啊！哎呀，媳妇儿，哎呀，她说的太对了，我这儿媳妇，哎呀，太好了，白白净净的，大眼睛，黑眉毛，一笑起来就跟那电影明星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婶子，您真有福气。你说那个门槛都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？ 他的眼光，他看上的媳妇，那还有错？没错，孟雅婷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，还快，再快，你的头发就颠散了。 你说我跟门槛打小住对门的，这结个婚，这俩车头还能撞一块儿了。啊，那个，你说我一大早出门了，你说怎么咱俩真撞上了呢？门槛儿啊，哎，霞，哎，门槛儿，哎哎，来了，你们来的也够早的。咋办呀？你说咋办呀？要不你问我贺能能。 让我们呗。你看这么多人看着，要不咱们俩猪八戒背媳妇儿，谁先到大树下，算谁先进村。
我和门槛刚才在那比赛背媳妇儿呢，啊，媳妇儿，是你们家拱门槛给我哥脚底下下绊子，把我哥绊倒了。媳妇儿，那个大王叔，是这样的，我跟天明背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看地上有个包谷棒，我就顺势给踢开了。大哥，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，那个婶儿，爸，那个门槛咱们还不了解吗？他一定不是故意的。 对嘛？那怎么打起来的呢？村长，是天明那边先动的手。胡说！明明就是你们家这先动的手。村长，村长，你今天得主持公道。啊，不是，啊，你得说公道话。不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啊。不管谁的错，对不对？这结婚大喜的日子打起来总不像个话。对对对对。就是，咱们五谷婆村，一向是民风淳朴，现在上面一再的强调这些精神文明建设。 昨天不都说好了吗？就怕今天出乱子，让你早点去接喜。怎么还这么慢啊？我还慢呢，我一路抄近道过来的。对对对，再说了，我的拖拉机能跑过你汽车吗？村长，说的对，村长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懂得没你多，啊，你们家不信是吧？那正好，让我们家先进村吧。哎，不，村长，风水轮流转，对吧？风水轮流转嘛，你们家都那么旺了，你让我们家望一望，该轮轮的，我们家的村长求你了，村长。 虽然你是村长，今天是天明结婚，你在这儿不合适。不合适，不合适！哎，不合适！哎，不合适！哎，那没定下来。啊，妈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就是闹到明天也闹不出个是非黑白来，反倒是伤了邻里之间的和气。你不懂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。谁先进村，谁家就发大财，兴大运。真的，你别说。 别多说话啊！哎呀，妈，那都是喝酒猜拳给老祖宗凑热闹的事儿。你看，我们大家都是同学，又同一天结婚，我和乐乐又同一天嫁到一个村子来，这都是缘分。乐乐，要不咱俩就一块儿进村吧？不行，我不同意啊！你哪有一块儿进村的？你没有没有，不行不行，我也不同意。 先下去，趁着现在乱，带险先进村。说什么呢？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带呀？再说我真带走了，就你们乐乐家脾气，跟你能急死。哎，你要是不走，你一带溜达，赶快进村。得了吧，你妈在那儿呢，耳听八方，眼观六路的，我走得了啊？不是，那怎么办？这都火烧眉毛了，你看看，哎，我慢慢想，我慢慢想，别急啊。
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明明是门槛踢的包谷棒子，天明才摔倒的，应该是我们家先进。那可不一定，我们家门槛身体多棒啊，扛100斤粮食一路小跑，对不对？都见过吧？行啊，妈，乐乐，现在真这个有用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懂这个。门槛呢？我们家门槛呢？天明，天明。 哎，妈妈，这！天明，哎，妈妈，这！到哪躲清静去了？你今天是我娶媳妇还是你娶媳妇？妈，你别着急嘛，我跟那个婶儿，我跟门槛刚才去商量那个，是他先进呢还是我先进这事儿去了？哎，哦，那商量的结果是我们家先进，对吧？你看我就知道是这样。凭啥你们家先进啊？ 妈，我什么事都能让，这个事儿坚决不能让，听见没有？别动手。那个婶儿啊，哎，那这样你看好不好啊？我跟门槛在这当大伙的面，我俩打一架，谁赢了谁先进。打一架，打一架，行。不是，天明，你这你们俩从小长到大还没打够啊？不行啊，这是大喜的日子，不能打架。那不能打架是吧？啊，不能。那成，那我们俩就来文的。 门槛，咱们俩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先进。同意，好，那个婶儿成吗？我管不了，我不管了啊！门槛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那就这么定了吧，妈。妈，你别生气，你看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你就听喜爱的呗。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来当裁判，我喊到三，你们俩一起出手。 鞋也回去了，妈。 喝茶。妈，您儿媳妇敬您茶呢。我看见了。那个妈，您有什么不高兴的，您就说嘛。我说。啊。我不是不高兴。 我这心里憋屈的慌，那村长家那大门楼子多高啊！整整压在一头。那老话说得好，风水轮流转，轮也该轮到咱家了。我就指望这件事儿呢，你就不该用这种来决定这么大个事儿。这多大个事儿，在我心里太重了。妈，您要真过不去这坎儿，这么着，那我现在就找天明去，把他拉到这儿，当您面我们再重新比一回来，行吗？ 这事儿能重来吗？重来还能有效吗？妈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我和门槛会好好干，日子会过得越来越红火，不比任何人差。说到做到啊。嗯。我渴了。快，妈。吃好。 没事儿，给。
文墩，这是给你的。谢谢嫂子。还不谢谢嫂子？谢谢嫂子。孩子，赶紧赶紧张罗饭啊，别让大伙等时间长了啊！看看有多少桌，不够就把这个桌子都抬出去。不用了，妈，都准备好了。再说了，咱村没来几个人，都去天明家喝酒了。好啊，给咱家省了。嗯，咱多吃几天。快去，去忙活去吧。行，那我们张罗去了。哎，把娘家人照顾好啊。放心吧。啊啊，好。本来就不爱吵吵闹闹的，这样挺好的。啊，这扣子呢？哦，那个闹的时候给弄掉了，你看。脱下来，我给你缝上吧。不用，你回头让我妈缝就行。说啥呢？你现在结婚了，这种事儿还去找你妈呀？人送到家了啊！赶紧吧，你老舅啊，等着你跟乐乐敬喜酒。还没走呢。没呢，快点走。喜儿。啊。我。房啊，这也太晚了吧！少，我们闹洞房那是给你面子，新媳妇儿三天没大小，就是。听我一句，别太过分啊！放心吧，婶啊，不会过分。新娘新娘子，哎呀，门槛，哎呦，真漂亮！哎，你们快看。新婚快乐！新媳妇给妹个糖呗。就是来了。哎哎哎，行，不闹啊！咱们说好了，吃完糖赶紧走啊。没问题，好。来来来，来一个，新媳妇来一个。我来。好福气。要来，那不行，再来一个，说好了，最后一个啊，再来喂一个。来，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怎么了？我们闹一网了，是不是？闹什么闹？都给我出去！哎，别别，出去！大家还没弄完呢嘛！哎呀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等着，等着，出去，等着！叔，你大呼小叫的，你撞着鬼了你？啊！我闯着贾桂仙他们那家鬼了。叔，我妈让你说的，哎，去给古门槛他们家去天天洗闹闹洞房去，结果他们根本就不领情，他们不知好歹，他们给王静和阿龙腿都打青了。叔，你得我帮我们出这口气儿。叔，你今儿没看见？那在村口的时候，那贾桂仙为了先进村，那都恨不得把天明扔到油锅里去了。真有这事儿？叔，要我说的话，你就不应该给他们借钱。你看，你借给他们钱，他们结婚了，现在他们怎么对咱们的呀？没事就好。啊，嗯，那赶紧睡吧。啊，
行。哦，好。我们赶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谁呀？这么晚了？会不会又是扫鬼的吗？我看看去，我看看去。啊啊！开门，我进来了。叔，咋这么晚了过来？啊，今天不是门槛大喜的日子吗？我来看看。啊，快请进吧，快快啊！走了。赵老叔，你喝茶？就这茶？啊。啥茶呀？哎，我看你们家娶个媳妇儿没少置办东西啊！啊，哎，大叔啊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啊，我们家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咽，哎呀，多亏大家帮忙，不然的话我们家都娶不起媳妇。是是是，啊，是啊，你们还知道，大家给你们帮忙了是吧？哈，挺好。是这样啊。这个媳妇儿呢，你们也娶回来了，那借我的钱是不是可以还了？啊？大楼叔，怎么这么突然啊？是不是因为上午在村口抢盗的事儿啊？您看，这事儿呢，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不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件事我们家也没啥不对的。谁先进村儿，谁后进村儿，这不是俩孩子就这么决定的吗？是吧？啊，我们也愿赌服输了，是，最后不还是你们家先进的村儿吗？叔，你看，要我说的话呢，那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用着你们家的钱还打着你闺女，就是不要脸。谁打闺女了？谁打闺女了？你呀、啊。你没打骨筋缝啊？啊！少过来！再给我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还打你？好，顾门墩，还想打人是不是？啊！你打，你打，你打呀！你打！打！不打！哎！你来干啥呢？嫂子，你咋来了？我咋来了？对门住着，你吵吵这么大的声，我能不来吗？那我哥呢？你哥喝醉睡下了，要不然非过来骂你不可。人大喜日子，你来干啥呢？我没干啥，闹新房了呗。那闹洞房吗？不是，他要债来了。咋回事你？大喜日子你来要债，像什么话？大陆叔，我跟您说句实话。您让我现在拿钱，我们确实挺困难的。但你看我跟喜爱年纪轻轻的，不缺胳膊少腿儿，只要以后我们好好干，这钱肯定能还上。我婶儿也在这儿，能不能再宽限我们一些日子？一个月，看在我嫂子的面子上，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，多一天都不行。就一个月，走走，记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赶快走吧。大白婶子，谢谢你了。哎呀，大婶子，实在对不住了。白婶，谢谢啊。你别弄我，你去对门看看我妈怎么还不回来。嗯。看啥呀？我也累一天了。我说去对门，这大喜日子，他别折腾出啥事儿来。能有啥事儿啊？我看你啊。不是惦记门槛，是惦记门槛他媳妇儿。你这胡说八道！天明，咱们同学那么多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一直就喜欢任喜爱。你瞎说！你睡觉。大喜的日子闹成这样，那个委屈你了。你说我又不讲究这些。何苦为了结婚买些些家具，欠那么多债呢？那也不能亏待了你啊！这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。再者说了，那天明能给乐乐的，我怎么着都得给你。咋和天明较上劲了？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知道啥呀？
上学的时候，天明就喜欢你。要不是我妈提亲早，我怎么可能能娶到你呢？咋可能嘛！上学的时候，天明老欺负我，就你护着我，整个班里他也就对乐乐还挺好的。那他是为了吸引你注意力。再者说了，你是不知道，他欺负完以后你跑了，他在后边嚷嚷着，说你这辈子都逃不出他的五指山。我一直以为你都知道这事儿呢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说过这话。天明，我不管你以前心里头想过啥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是你媳妇儿了，你要对我好，要疼我一辈子。你也是我媳妇儿，我疼你，我爸妈也疼。真的？嗯。说啥呢你？那都是上学时候说的玩笑话，咋还当真了？咱俩现在就得一门心思好好努力，赶紧把债还了。哎，喜安，债的事儿你千万别担心啊！借的钱除了收拾这屋子、买家具以外，门口的拖拉机也是借钱买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别看它破，那可是个能生金蛋的鸡。我只要好好出车，好好干，用不了多久，这债肯定能还上。我虽然没有天明能干，但我比天明能吃苦啊。咋又和天明比起来了？以后不许老提天明家，只许想咱们家。对对对，不提。你看我这嘴。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来了。你是？这是古门槛家吧？是啊，你找谁啊？你是前天嫁过来那个？啊。那家里有其他人吗？门槛回来了吗？妈，不是。这不桂花家那表弟吗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婶子。啊。咱家有男人在吗？啊，家里两个弟弟还小，不拿事儿。有啥事儿你就跟我们说吧，说吧，啥事儿啊？门槛儿出事儿了。出啥事儿了？车翻沟里，人没了。哎，婶子，婶子，婶子！在家呢，太烫了，不烫啊。什么事儿了？门槛没了！哎呀，啊，门槛没了！瞎说啥呢？这人好好的，咋就没了？听说啊，是昨天晚上出的事儿，车翻沟里了。这大清早啊，你桂花嫂子的表弟路过看见回来报的信儿。把人送了呢！
事儿啊，谁都想不到。别太难过了，来，喝一口。二婶儿，婶儿，你找我？桂花，你在村子里啊，找几个能干的姐妹，搭把手，帮忙门槛一家。哎，去吧。脸色那么难看，是不是病了？我给你找大夫去。啥大夫？我没病。乐乐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好。哎。这门槛是咱这一带有名的勤快后生。你家喜爱呢，也是这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贤惠闺女。原想着这俩娃结了婚，这门槛家的日子就能一天天的好起来。可谁想到，造化弄人呐！邱先生，这老话讲的，天有不测风云。你要节哀顺变。嗯。村长，村长，木打好了，都打好了啊。那大家听我说一下啊，这个咱们五谷婆村呢都是同姓，往上数几辈都是一家人。现在门槛呢突然出了这么个事情，我希望咱们这些乡党们帮衬着，把这个丧事办好，让门槛呢安安心心的入土。我替这家孤儿寡母的，谢谢大家。嗨，村长，见外了。您说这些话呀，我们心里都明白。咱们村这个规矩啊，都多少年了，只要村里谁家有事啊，你招呼一声，都会来帮忙。好，那大家就忙去吧，各忙各的，好吧？哎，好。来吧，把工具都放。就是。喜安，妈今天留下来就是想让你多睡会儿，这活儿你就别做了，来给妈，妈给你做啊。我必须得亲手做，你不知道，门槛活着的时候，连件好衣服都没，也就现在身上穿着结婚的那件还行，他贴身穿的衣服都是破。我得赶紧给他做一件新的。
袁贤，我是昨天给你报信儿的，我是桂花的表弟陈增强。有事儿？这个是在门槛身上发现的，还是新的，应该是买给你的吧。谢谢你。是来找我表姐的吗？啊，她没在家。你有啥事儿吗？你不认识我吗？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。你是不是叫陈增强？你第一次来我们村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你是我桂花姐的表弟，部队刚退伍回来的。我叫古金凤。古大楼是我爸，古大房是我大伯，古天明是我哥。哦，那咋？哎，我刚才看见你给任喜爱送东西，送的啥？这跟你有啥关系吗？你不告诉我，我问他去。哎，人家刚出完事儿，你问这干啥？哎呀，强哥，你看你大白天的。哎，跟人家拉拉扯扯的，让别人看见了多不好。谁跟你拉拉扯扯的了？有毛病吧？你说，谁给你的？啊！我门槛刚死就有人给你这个，你告诉我，是你勾人野男人呢，还是野男人勾引你？说，妈，你说啥呢？我说啥？我说啥？妈，妈，你死了！这是真是妈呀，留给我的。妈，这是妈刚留给我的，他还没来得及给我。门槛儿，我的门槛儿啊！他不会走夜路的，他不走夜路，他就不会出事儿，不会死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还有，结婚的时候进村强盗，你非要让我那么说，你都不听，你要让，你把门槛的命给让出去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你还我儿子！我打你！你死！你还我儿子！你死！我打！夏不起！干什么呀？起来！你没事吧，起啊！你啊！你什么呀？我告状！我跟你拼了！我疯了你！我告诉你，你别得寸进尺！你死了儿子啊！你当我闺女撒气啊？啊！你还敢打我？哎呀，冷静！我们自己就滚，我们都不会当初那破家来了。走。
冷静，听见？